国姓乡九份二山是知名的赏梅景点，共有三个赏梅区，现在梅花开放大约有三成，预计元旦假期会全数开花。对此，国姓乡公所也邀请民众元旦假期能够来到国姓乡赏梅，并且支持在地的优质农特产。现在九份二山的梅矿大概开了四成，那元旦的时候会盛开，也欢迎全国的游客来我们九份二山赏梅。还有我们的农特产品，像我们蜜枣、草莓，还有我们农民种的白菜、还有芥菜等等的，也欢迎各位来尝鲜，多多给我们农特产品多多消费。游客表示，这次来到九份二山是第二次，因为上次赏花的经验非常的好，这次就趁着天气好的情况来到九份二山赏梅花。过去的经验就是来到这里看到一整片这样子，然后很香，然后又整个山头变成白色，觉得很感动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哎，天气刚刚好，就赶快跑过来赏梅花。公所表示，九份二山赏梅季预计会进行单线上山的交通管制，由龙南路上山、长石乡下山，为避免交通大街，也请游客到九份二山赏梅时配合交通的引导。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路况管制的部分，因为我们九份二山的路况比较狭小，我们才单线通行的部分从龙南路上来，由长石巷出口，这样才不会造成交通阻塞，也请全国的乡亲多多配合。副议长潘一圈也邀请全国的民众，在元旦假期期间，如果有来到南投县游玩，也能够到九份二山来赏梅，并且品尝在地优质的农特产。记者陈维一国姓乡采访报道。